小心，这里没有号志，一定要看好再过马路。Really? What should we do? 不管路口有没有号志，车辆都要放慢速度。遇到有行人穿越时，要停让行人，让行人优先。So even pedestrians need to follow the rules? 没错，不管在新北市还是其他地方，遵守规定，大家才会更安全。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交通部及新北市政府新闻局广告。欢迎收听日工配信。欢迎收听日工配信第245集，慢了一天。好，大家听到这一期的时候慢了一天，不好意思，因为我加班了一天，不是啊，加班了一天，就是礼拜一平常录音的时间还在上班，所以就改到隔一天。隔一天啊，刚好赛程礼拜一刚好晚上有比赛，所以就变得也刚刚好，我们就是今天才像是以往的礼拜一啊，对对对，因为礼拜二晚上9月24号晚上没有比赛，那感觉刚好也好像也要忙工作，那就。好吧，那就顺延一天，大家慢了一天，礼拜三的早上才听到这一集，然后没有关系啊，反正太平洋联盟就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大概那个局势底定了嘛，大概就是这样了。好，那这个照对吧？上一集还是上一集，好像讲的那句话，有听众信箱就直接要来听众信箱，这一集就前面不打屁了。因为不止来评论台来两封，所以这个时间打屁，就是对想打也真的不打，讲下去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这样的哦，来，我们就马上来讲第一位来信的朋友，他是叫做台湾の Oklahoma Kawano。对，台湾の Oklahoma Kawano， 好想知道这是什么。他这个是 Oklahoma 是一个搞笑艺人团体，他是这个团体中的 Kawano。啊，那全部就是台湾的 Oklahoma Kawano。一说他是，他长得，大家觉得他长，就是，他像，对对对，他长得像这一位这个搞笑艺人 Oklahoma 的那个河野，哎，河野，他叫做河野什么？河野真野，对对对，河野真野，就是因为我查一下，他们这个搞笑团体主要都在北海道当地，北海道对不对？对，他是北海道人是不是？好像不是，他是读北海道大学。毕业的河野是这样，另外一个我不确定。对对，那反正就是外形像他，像他外形像他，所以他就有这个绰号。好，那他也写了那个信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来讲一下好了。OK OK。台湾的 Oklahoma 的 Kawano， 上一集提到结婚推荐的歌曲，日文的话怎么少得了安室奈美惠的 Can You Celebrate？ 对，的确是少了。我们什么都提到想不。而且这应该是我们世代的好糟糕，我觉得我们好像完全忘了安室奈美惠的存在。我觉得我们是好险，大家听众朋友们都好险，日工的听众朋友们都蛮温柔的，不然直接钉下去，早就被钉在墙上，一直在那边雨透连光，雨透连光，忘了安室奈美惠，被钉到不知道钉到几面墙了。对，顺便提一下，前几集聊 J-Park 有提到的 Miley。Milei 的日文念法就是 Milei， 对，就是 Milet， 近这几年非常红的一位歌手。那他是说算是新生代歌手，近几年都有上过红白，也有唱过奥运的闭幕曲，对，也有不少日剧的主题曲，还有动漫的他有唱。对，我觉得像这几年比较，我记得印象比较深是 Anti Hero， 对 ，Anti Hero 反英雄在 Netflix 上面的唱的，对，上一档而已。对，那。最近大家比较知道的歌应该是跟狼团 Man with the Mission 合作的《鬼灭刀匠村》篇的片头及片尾曲。哦，对，就是《羁绊的奇迹》吗？不知道中翻译中文是《羁绊奇迹》吗？可以。Koi Kogare， 然后还有《葬送的福利》的片曲啊，《Anytime Anywhere》这个是真的很好听。哈哈哈。对，还有特别的 ED 版的《Bliss》吗？对，那如果要我推荐的话，就是他的第一首出道歌曲《Inside You》啊，我知道听过《Inside You》，对，而且因为这一部他有讲嘛，就是正好也是竹内结子之前他演的最后一部日剧嘛，《Scandal Senmon Bengoshi Queen》，就是丑闻专门律师 Queen， 大概是这样翻的，就是好，的确就是他，因为他是在疫情期间
过世的嘛，离开的嘛，那是他最后一部。对，那不小心失去介绍这么多 Miley， 顺带一提 ，Man with the Mission 也会来火球集队。如果这集不是刚好在星期一出来的话，那我正刚好踏上前往北海道的旅途中。我们录音的时候，今年有多少？应该对，今年所以他已经在。我看到他的行动，嘿，他现在应该降落在北海道，已经降落。因为我一下午的时候看到他的行动，他在飞机上，他现在已经降落。所以台湾的玩了一天台湾的河也去了北海道去看真的歌，不是、啊、很多朋友要去冲那个围场啊，主场的最后几场、剩四场吧，好像是我印象之中剩四场，他们都冲去了。对，那这个，我们在那边干嘛？我们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陪伴大家，而且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是从去年我们去完员工旅游回来之后发生的事情还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今年收到听众像每个都要跟我讲说我现在正好去北海道，或者我已经去过北海道，所以之前那个有旅行社要来组那个看球团才组成嘛，因为大家都自己先去了嘛，因为大家都自己有办法去，不需要跟人跟团，对，大部分都是这样，自己就可以去，也不需要跟团这样，对，这样子。好，那谢谢这个 Kawano 分享的，就是关于结婚的，或是关于一些 J-Park 他们觉得好听的歌曲， Miley， 对对对 ，Miley 歌真的很好听，很多很好听的。然后演唱会要来台湾办了，好像有又要抽一次票，是还是要加一场？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看完了我加油，我记得他好像第一次没有抽到，第二次加油一定要抽到，祝你一定要抽到這樣。希望，但我也希望这边所有听我们的朋友不要大家不要去填米金，要去填票，你要去抽米金就对，因为我要去抽，不是精选是。哎，那个谁加长了，藤井峰加长了，哎，我好想，对，好想拼看看哦、喔，因为最近上班就加一场，哎，听听看好了。大家不要那么急哦，因为明年开始大巨蛋一定会办很多演唱会，大家去听大巨蛋，还会更多艺人来，对不对？对对对，大家去听大巨蛋的，不要跟我抢，不是、啊？没有，他现在反正现在都流行这个实名制的嘛，对，对、啊，就是平常就是看谁服务，然后奶奶过马路服务多的意思啊，就这样，我要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我们家的十字路口开始等。那我明天早上开始站在斑马线那边，我每一个都扶。对，你可以在那个松江路啊那附近的那边扶啊，我守这个永和中正路附近。不要把我家附近地址报出来，回来差很远，来差很远，你专程到那个大马路口等这样。好，谢谢。看完还有一位就是第二位是 KD， 就是上一次我们聊到札幌市的这个札幌市跟火腿的什么姻缘。姻缘那现在是续集、就是他就讲关于就是 KD 说艾迪哥好小两位好，我是 KD， 那关于上一集分享的札幌市的想法，很开心两位给予正面评价，不过想再追加补充一下，好小提到说那可能在火腿日本火腿迁去北光岛这一刻，火腿跟札幌市的关系就完全结束了，这段我讲过这么硬的话，对对，你讲这么硬，我觉得现在录音是要小心，大家他是真的把原句写下来。对对对对，对我是讲过、啊，你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当下录音的时候的确是这样想。那当然 KT 这样讲，我就讲他给我们的信，先念 KT， 他是讲说，也许就球场，不管是札幌巨蛋或是二军基地的部分来说，两边以后不太会有合作了。但火腿与札幌市的关系不仅不会结束，火腿一定会。想方设法再修复跟札幌市的关系，原因是对日本企业来说，经营在地政府或居民关系非常重要。连物流仓储、工具机等这些跟一般居民生活没什么直接的公司，都一定要跟当地维持良好关系，敦亲睦邻。更不用说北海道、日本火腿都是对，是完全依靠在地居民跟球迷的好感度在做生意的企业。假设札幌市跟北光岛是距离了300公里就算了，空间会冲淡一切。但其实两市就是隔壁邻居，每天都遇得到，火腿还是会有很多事必须要跟札幌市讨论、寻求协助的。如果真的跟札幌市完全决裂，怀恩在线的札幌市可以想出1000种方法搞火腿。举例来说，你要札幌支援球场运输、出运巴士或开心路线，我就不准。或是室内业者看札幌市脸色不积极派车，或是要在室内办活动借场地，我就让你碰壁。
所以本季开打前3月2号、3月3号跟阪神的热身赛特意选在札幌巨蛋打，当时获得理由是因为草皮还没养好，听起来有点合理，但3月1号跟3月2号交流没用在 X Conference 打，当时两位就指出这件事情很矛盾，但我听到这件事的感觉就是火腿是特意安排两场热身赛在札幌巨蛋，目的是要表现出虽然已经搬离札幌巨蛋，但我们还是会继续跟札幌市合作的善意，草皮只是故意找个理由让札幌市面子挂得住，但考虑到现实因素、租金跟使用便利性等，只安排热身赛在札幌巨蛋，最赚钱的季赛还是在自家 X Field 打。这些动作的用意，除了安抚札幌市政府，也有助于提升札幌市民观感。因为当时说要搬离札幌，伤害了很多札幌市民感情。X Field 越热闹，札幌市民可能就会更不爽。做娱乐事业的火腿，一定都有在想各种方法，想各种方法降低札幌市行政跟民间的反感哦，所以日后若还有一些明明可以在北荒岛或者跟菲尔办的事，却特别选择札幌市跟札幌巨蛋办的，是因为那就应该基于上面在考量才做决定。那举例来说，今年日本一假设今年日本一封网希望啊，在北荒岛的球员球场园区举办庆祝派对，但在札幌办游行，我觉得很有可能。以上提供给各位做参考，谢谢 KD 敬上。嗯哼，谢谢 KD 的分析，有一种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嗯，就是我自己看完这个，我觉得他讲的是有一些道理跟一些依据的啦。好，但我自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我们去年去北广岛市的时候，就是去看球的时候，嗯，去做采访的时候，我记得我们跟那个萨卡蒂桑，哈哈哈，就是吃饭，然后遇到隔壁的人在看，也跟我们一起在瞄比赛嘛。你说那对夫妇、啊？还是谁我忘了。嗯，然后他就问他说是支持火腿的吗？喜欢火腿的球迷吗？然后他说当然我是道明。有那个老公哦。嗯。是不是这样？那老公看起来很对，很凶的那种，好像黑道大哥。然后我印象是这样。哦，萨克桑就这样自动问他了。然后我想说哦。萨克桑应该不用怕。因为他以前警察。可我、他根本不用怕。因为我印象里我是坐在，因为虽然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走道，但是窄很窄嘛。啊，我是坐在那个、那个老公的旁边，那位先生的旁边嘛。我记得这样，对我又不太敢看我左边，我余光就觉得哦，跟他阿尼基耶，跟他黑道出来，抓老婆出来夹着，不是金发的，不是金发，不是金发那种，哎，就很有那种，要比他还壮。对，我不太敢看那边。哦，可我觉得他就默默 的很冷静的讲说我是道明了、啊。当然，这样对不对？嗯，那我觉得，当然说，我觉得火腿不会就是要这样讲，也许火腿不会就是跟札幌就啊，好像什么都结束。可我觉得换个角度想，会不会火腿从此，所谓的谋生上是，它也算是一种，我从好像是札幌的球队，我真的变成北海道的球队。没有吧？他从头到尾都觉得他自己是北海道的球队、啊，是自己是北海道。可是他谋生上跟札幌连接比较深嘛，过去。我觉得不会，没有那么，我觉得真的不会那么复杂、啊，你不用想太多，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没有吧，就我觉得就是球，我的主场没有在札幌市了而已，嗯，因为我是北海道的球队嘛，我主场只要在北海道的任一个地方，我觉得在球团的想法上，我觉得他都没有违背他当初的初衷，当初搬过去就是为了要成为北海道的球队，对，不用去硬把北海道等于札幌。这个框在那边了、啊，你懂吗、嗯？因为你说实在话，我们那时候去，对我们的住宿大部分都还是住札幌市嘛，饭店比较多嘛。你们记得那个车站下面那个柱子上，它那个是什么柱？电子荧幕的那个广告，嗯，通几乎一直跳，一直跳日本火腿啊。是啊、哦，对。然后开季前的时候也是，那不是那个叫什么地下步行空间，从札幌市往下走，那一路可以通到哪里？通到四十 kilo 吧。他把他挖通了嘛？对，他不是有一阵子，这是什么 ？B Boss 第一年，对不对？他不是有一面走到，走到的有一段的那个墙面，就是要庆祝那个要开幕了嘛？那一年要开幕，不是放很多 B Boss 的名片在那边，然后被人拿光光。可是其实每年开机的时候，那边一定都会有那个广告啊，甚至应该还有，甚至还有活动或什么的吧？再不然就是大家去札幌玩，一定会去那个嘛？那叫什么？李小璐。我记得每年是开季吗？还是球季规则说好像是开季前，李小璐那边一定都会有一个，就是跟 Fires 有关的活动、啊、那个好像是跟那边的商店街合作的嘛。那个叫什么恒力惯例，那个他从搬来北海道之后，那几乎每年都一定要的。所以你说
像 KT 讲的这个东西一定都是的，他讲他举的这些例子一定都是有，最多就是球场我不会再用那边当主场，我也不会要用那边了，那我还是会给早晚是一个面子，有那种不是那么重要的比赛的时候 OK 啊，去一下啦，再维持这样关系就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不会说啊，我不理你这个，其实我觉得都不会啦，因为真的没有必要做到那么绝啦，应该这样讲，对、啊、也没有要做那么绝，因为生意还是要做，生意还是要做，大家还是希望大家来北光岛看球，所以不需要去强调那个、嗯、我觉得是这样，不需要去强调好像我们跟早晚是人不合这样，没有，我觉得球队没有要强调这个东西啊，也就保持适当的距离，该有的往来是有，对，这样就够了。好，还有什么看后面讲了什么，对，大概就是这样了，还说最后这个啦，你应该也是有可能吧，因为早晚是那个街道弄起来比较有 feel 啊，北光岛市的街道是啊，是啊，是可以那个啦，球场里面办 party 啦，就弄个嘿啊，弄个什么会这样的，嘿嘿，对啊，这可以啦，那个玩法有很多啦，那个整个园区都自己的、啊、爱怎么玩都可以，嘿啊，这样子啦齁。好，那就谢谢这一集两位听众来的这个来信，好吧，就不管再让我们在 J-POP 上面或是日本地方政治的这个上面，我们都多了一些体认认知，长知识这样的、哦、好，来进行那个这一集的节目第一个新闻，这个相信应该是过去这个礼拜至少是日本火腿球团来讲大事情，大事情，对啊，怎么讲，好消息，好消息，但是绝对是大事情的，对吧，大条的啦，就是咱们的社长下救球团社长小春盛先生，这个上礼拜9月16号左右的时候，日本媒体写出来说他在这个6月10号的时候，这叫什么，蜘蛛膜下出血，中文应该是大概是这样讲吧，蜘蛛膜下出血，你讲到这个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木村拓也，对，还有没有讲成拓哉，拓也那时候是什么，他去广岛当教练嘛，不是赛前突然倒下去，嗯，然后没有救回来嘛，拜拜了。那如果其他的我有印象，我印象那个谁有得过，不是这叫，这本叫得过了，就是发生过，新演员也有得过嘛，对不对，又得过，对，新演员也有发生过，还有写他的自传嘛，还是哪一种，对对对，他有，他写，要写书嘛，对啊，对对对，有写书，对啊，如果你讲台湾的话就纳豆嘛，纳豆之前也是这个嘛，对啊，那因为这个东西在这个报道里面讲，我想大家基本上体认应该也都差不多，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这叫病吗，算病吗，好像生病急症吧，突然的、哦、应该也多少也是身体有一些状况了，只是没发现，然后突然爆、嗯、对，突然脑的血管恶化爆了，嘿，至少大部分大家的体认应该都是这个是很严重的东西，大概就是致死率算高的，好，甚至在这个这一篇报里面讲，这个死亡率差不多有50啊，就有可能一半的人，你发生这个蜘蛛膜下就离开了，有一半人可能就离开了。这样，好，那整件事情发生就是刚刚像提的，6月10号的中午，这个小春盛社长一样是在这个办公室 S Gong Field 球团办公室里面，在走步行在走路的时候突然倒下来。好，那当然从这个倒下来之前，他自己是没有发现有什么奇怪的症状，甚至他自己对自己的健康是蛮有自信的，甚至太过有自信都有这样子。那当初因为昏倒了嘛，就赶快送医院，赶快送医院。那一开始就像刚讲的，他还觉得哇，这个手术这个动下去，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手术就对了，而且大家知道这死亡率又高的感觉就很严重，这样可能。要失去社长的那种感觉，哦，大家就会有那种就是很沉重的心情。那小春盛社长的家人们也赶快从那个本州这边赶快出发去北海道。哦，那报道里面也甚至他的长女，甚至在这个坐飞机的途中都有那种可能我这趟去就要真的要跟爸爸道别的那种觉悟了，有一些心理准备了。嘿，那这个。昏倒了之后赶快就送哪里，送札幌市东区有一间札幌真心会医院，那里面有好几位都是脑的名医啊。好，讲到北海道的脑的名医，大家知道三崎福也当年也是在，对，也是专程到这边来。好，那
经过了14个小时的大手术成功。4个小时。14个。14个小时的手术。很久。14个小时。这样。好，那小孙任社长回想，他觉得他这条命救回来真的是 Vitas 还有这个医院里的每一个人救了他这条命。他觉得就是那种感激的心情，怎么感谢感谢不完这样。好，那甚至新庄刚志监督也好几次都去探病，好，比如说带了一台 iPad 给他 ，iPad 给他，他因为他知道小孙身上一定很想要知道球队现在怎么样，可是你现在因为就刚动完手术，绝对不可能那么快出院，对不对？你只能待在医院，所以我带这个 iPad 给你，给你看，让你看，对，可以经过这个看我们比赛，这样啊，不然就是也有带一些。他是写牙刷等的东西，就是那种住院时候要用到的东西送给社长。嗯，我看到这个我是比较有疑问，因为我对日本探病的那个习惯，可能我就是或者是什么什么的习俗不是那么熟悉。哎，为什么新庄监督去探病要带牙刷等其他的入院 settle， 就好像入院用的这些要用到的东西，为什么不是买就好了？不是台湾不是这样就去买就对了？为什么变？然后日本的习惯是这样，送这些东西这样。好，那继续。后来过了几天，小村山社长手术后眼睛张开了。好，那因为新庄监督去探病的时候，他也利用了一张这个 A5 大小的纸，写了一些他想要跟社长讲的话。但小村山社长醒来之后，看了这个新庄监督留给他的这些话，眼泪又就是。控制不住掉下来，就对，就是觉得很感谢他，或是很感谢这些在这个他昏迷的过程当中任何一个帮助过他的人。好，那甚至新庄刚志监督也送了一个这个叫打击头盔，上面有全队签名的。好，因为社长眼睛张开了嘛，醒了，但是要在医院做复健嘛，啊，怕危险跌倒又撞到头，因为毕竟他这个状况就是在头嘛，蜘蛛膜下出血，怕他又撞到头，所以就全队送了一个签名的打击头盔给他，好啊，复健的时候可以带着。这样，那另外还有大概手术复健，又过了一个月之后，小孙社长比如说就他自己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他希望自己能够尽早回公司上班了。因为他觉得他这样会给很多人添麻烦，很多人添麻烦。那甚至有一些这种北海道当地很死忠的球迷，他们也都知道小村任社长发生这个事。因为其实以我来讲，我们住在台湾，我是真的在看到这个报道前，我也不知道社长之缘六月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日本那边有一些死忠的球迷，他们因为小村任社长在过去的这段期间，也就是还没昏迷的之前。他如果有空，他可能就会在球场里面走啊走走啊走，所以也跟一些球迷有一些不错的交情，甚至交换 LINE 的都有。那这些球迷就知道社长会发生这些事情，所以大家也都传了很多讯息给他，希望他早日康复这些东西。而且小村社长其实不喜欢人家叫他社长，所以这些球迷这些巷子内的球迷叫社长，他们不会叫社长，他们都叫他空木上。因为小村的日文是空木拉嘛，他就简单发音，像是昵称，昵称对，空木赏。这些球迷们跟这些社长交情很好的球迷们都叫他空木赏。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因为社长不在，这个前泽贤事业统辖本部长，他必须就是可能要代理一些社长的事情。那前泽贤先生他自己回想，他说那时候小村社长刚就任的时候，因为刚就任，因为小村社长也是算那个叫什么？本社派来的嘛，就是派来这个接管这个 FSC 这个公司这边嘛，所以前泽贤自己说，那时候小村社长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不太知道他的可能个性啊、为人啊怎么样，所以一开始是有一点距离的啦，甚至有一点点就是信赖关系上还没有完完全全能够百分之百张开双手那种意思，但是一起共事了之后。前泽贤先生自己的想法，他自己说有180度的大转变。他发现小村胜社长是一个，只要是为了 Vitas， 只要是为了北海道，他可以把他自己的私人的这些东西啊、利益什么全部丢掉的人。
只要为了 Filas 好，只要为了贝亚道好，我吃亏都没有关系的那种意思。那所以他也知道啊，社长现在这样子，然后他又很想要尽快回来上班，所以他也想办法在新球场或者是办公室这边尽量去，因为他预想可能社长要坐轮椅嘛，可能要坐轮椅来上班，所以尽量就要把我们办公室或者球场的这些，这叫什么话，就是方便这个轮椅的这个移动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就做一些准备，那尽量要让那个小村社长回来上班的时候不要那么不放心，会给大家添麻烦，这样就我们把能够 support 你的东西我们都先做好，方便如果你是坐轮椅回来的时候也可以很自在这样。那到了八月中旬那个时候，报道是写他已经这个离开医院了，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后遗症，几乎没有，除了大概就是走路的速度慢了一点之外，其他都没有。而且医师也很直白的说，这个能够复活真的是奇迹，能够活过来真的是奇迹。那现在的话，基本上主要都还是在自己家里面疗养。啊，他小尊的社长也很幽默，他说或许有的人觉得我已经死了吧，好，但是如果你再看到我，你要知道你不是看到幽灵了，我不是幽灵，我是还是真正的人就对了。你又看到我不是又看到幽灵，不是看到鬼，是看到真正的我。啊，比如说过去这几天9月18的时候，小尊社长还飞到那个佩佩洞，因为那时候球队在福冈，他专程跑去福冈那边需要激励大家，这样然后就到了那个三垒侧这边的那个食堂。我记得网络上有那个吧，新庄自己的 IG 也有 po 那个影片，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大家拍手欢迎他来这样。那另外20号的时候，9月20比赛前，因为这天是回到主场比赛，比赛前他还特别到那个应援团那边，那是什么 Star Level 吧，应援团那边札幌豆浆会，去那边跟大家致意感谢，好，感谢，谢谢大家的这个加油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啊，大家也就是喊他的名字，这样空木啦空木啦，这样。好，所以这个社长6月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很惊讶，我觉得我自己很惊讶，居然这样。因为去年好像你记得吗，我们两个在食堂吃饭，我不是偷跟你讲，我们隔壁那一桌那个好像是社长。哦，对。因为他也在我们隔壁桌，然后跟两个职员三个人在吃饭。对，他在吃饭。对对对。在食堂里面。对，我就是或许真的像，就是他也是一个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社长啊。对，一般社长或许也不太多有那种他会就是跟社员一起，哎，反吃饭时间 OK 走啊，一起去吃饭，这样好像可能也比较少，或许啦，或许啊，至少我们知道小村社长不是这样的人。还有报道里面写，哦，他会在球场里面走来走去，跟球迷交换 LINE 什么什么的，这样。嗯啊，接下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妥不妥当，你知道？嗯，因为两种话，假设6月10号昏倒之后，如果一开始是往不好的走，我们就失去了这个下救嘛，对不对？对。那现在是往好的方向走，他也几乎没有后遗症，又回来激励大家。我觉得对这个球队来讲，突然来了一个 push 的力量，你知道？我觉得是有，因为其实我记得火腿是这样讲，可能现在是有点事后讲，嗯，是不是6月7日有点失速，然后到后面就是上半季结束之后就一路掉到底。哦，明星赛那左前后还前，嗯，然后我们的总教练监督讲了一个再开季，好像忘记了再开季一样，我忘了别讲，就从第二次开季第二章什么的啊啊 啊，对对对，第二章，嗯，但我总结就是，你球队发生这种事情，有时候真的会变成就是一股助力，一股推的力道，对啊，我觉得就是。大家继续看就对，大家继续打下去。嘿 ，CS 啊，不管怎样，我觉得重点是小村社社长没事，没事最重要，康复了最重要。嗯，康复了最重要。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第一个很不容易啦，就是对啊，很恐怖。就算真的从鬼门关前走一走回来，啊，就是回来了，成功回来。嗯，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有些后遗症或者一些状态，一些很难讲。对，可至少目前看起来。在社长身上好像几乎都没有，我看那个影片里面他讲话也都还蛮对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啊，就是
他复健的时候真的很努力啊，很拼啊。好好好，对，这也有可能。我觉得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就是鬼门关前走一遭之后，对很多事情都会很积极啊哈。OK，、嗯、好，总之没事最好。对，好，那再下一个新闻就跟去年还在我们球队的一位选手有关的，就是上泽直之，他在日本时间大约17号的时候，就等于台湾一样9月17左右的时候报道，他在未来的几天就会返回日本。那原因就是因为他在9月5号在比赛中右手肘痛痛了，所以就被放到了这个伤病名单里面。然后后来诊断的结果是这个，我记得是反正就是好像疲劳骨折之类的东西，那要2个月都完全不能投球。哦，那所以因为九月初发生这种事情，加个2个月，意思就是今年球季就掰了嘛，就不用没不能再投了。所以他就跟球队已经就谈好了，就是可以就让他先回日本休养，然后复健这样。哦，那因为这个时候回来，反正就是球季也结束了，所以不免就会被问到，那明年呢？明年你要去哪了？对，明年怎么办呢？明年有什么打算呢？对啊，因为今年球季就这样结束了，你也先返回日本了。而且我好像有看到报道，就是他好像会利用二军那边，日本国队二军那边的设施，如果要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训练或投球什么的话，都会在那里。好，那关于明年球季，上泽直之的时候，八月下旬接受日本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些东西要跟家人们好好谈一谈。哦，没有好好谈过，没有办法做决定。好，至于会在哪里打球，他说讲到这个，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其实是自己要先能够回到能够投球的状态才是最重要的。对，所以目前现在就专心朝这个方面，这件事是最重要的。对对对，先专心在这件事情上。你先问我要在哪里打，可以投球的状态。对啊，你问我要在哪里打，我也得先回到我能打我才行。对，我要能打才能再想我要去哪里打。我都还不能打，我怎么知道我要去哪里打？哦，因为我记得好像别家的有的携带，反正就是他今年去，因为是自己去的嘛，小孩跟家人其实都在日本。那今年也不算打出什么成绩，因为本来好像他预想的是，如果今年打得好，那可能比如说合约或什么的都有，那叫什么更好的合约或怎么样的话，然后让家族接过去，对对对。可因为今年这样子的成绩，就算明年要在美国打，一定也是。就是跟今年一样，几乎是从头开始的状态吧。他大概是有这样讲，他体验。其实我觉得那个氛围就是应该会回来。那另外他当然也有想一些就是不甘心的地方，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还有好多日本大联盟的球场没有去过，比如洋基球场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啊。嗯，但是我觉得有的东西没有关系啊，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一定要什么去了一次至少一定要2年，一年就回来好像很丢脸这样，我觉得也。不需要这样子想啊，哎呀，我觉得至少有已经圆了自己的梦了。你也去挑战了，也试了。对，那其实说穿了，大联盟的球跟日本这边的球，以这么多年这样看下来，普遍大家说的就是握起来、投起来，就是比较大家感觉都比较滑嘛。嗯，那几乎每个去的投手多少都会有受伤的情况出来，几乎都有啊。我印象里几乎都有，所以你说很难去说这个没有关系，没有或者是什么啊，反正你们日本都就在日本都投太多了，难怪每个都去美国都受伤，我觉得也不能画等号。只是以上者的 case 来说，我觉得可以了 ，OK 了，拼过就够了。如果真的，因为还有很就像他自己讲的，还有好多因素要考虑。你如果明年还是去美国，但或许老婆很支持你，那好，那鼓起勇气再去拼，我觉得 OK。可是毕竟小孩的成长过程就是一直这样过。一年过去了，第二年再去的话，有很多东西就是错过了就错过了啦。你就是错过了他可能不知道几岁的童年这样。那如果你要站在这个方面考量的话，回来日本打也不是不好，不是不行。对，那这个就之后有后续的新闻再讨论了哈，因为这个就又牵扯到很多大家怕怕的事情会发生。然后回来了，结果不是回来日本后退。也没有原上者，这样也不行。这样哦，没有了，没有。好，再来就来比赛回顾一下，9月17号的跟软银3-2再度击败软银，三局复野拿到第10胜，然后田中正义第19次救援成功。这样，那万波有两安打一打点，上川田有蒙大赏三安打。这一场比赛胜利，日本国队拿到第68胜。哦，那
这场比赛完还剩14场 ,68 胜53败8和，就确认了新庄钢之监督就算今年后面14场全败。全败。最后的战绩也会胜多于败。就是会过五成。对，过五成。就是新庄钢之监督接任球队以来第一次确定整季的战绩会过五成。嗯。啊，对球团来说。球团来讲是2018年以来。相隔六年。哇，我们居然过了六年了、喔。我都忘记了呢。我们这么久都没有整季胜率过五成哦、喔。对，这也是日工配信开台以来第一次球季会过五成。就我的两倍吧。这个节目的两倍的时间了吧。快两倍的时间了。然后呢，另外有攻西上升投手这一场比赛出来登板第867次出场。变成了日本职棒史上第四并列第四名，跟那个过去板级的尾本龙夫，嗯啊，顺带一提，第一名的是岩濑仁纪的1002场登板，还早还早，六百八百六十七而已，还早，还有还有的拼，已经还有上班，至少已经史上第四了啦，对不对？史上第四啊！另外回顾这场比赛，新庄监督对日本媒体讲。哦，最后那个第九局真的紧张，刚志这样用日文讲啊。マジ緊張強し，マジ緊張強し，因为新庄刚志的日文是新鸠自由喜，新鸠自由喜，他故意弄一个那个什么爆笑梗给日本记者们听。最后真的是紧张刚志啊，这样一直田中真一那个守住那个第九，因为分差只差一分嘛，对啊，守下来这样。他说：“真的，田中正义这场球真的投得好，哦，没有太就是用力的感觉，一切都很顺。果然是在投手丘上享受一切，这样哈。那另外日本记者问他：哇，这场赢了，这个等于隔一天就算输软赢，软赢也没有办法封王。新庄监督又回答日本记者：可恶，哟，气球，气球看不到了。”可恶，他是笑着说啊，后面有括号笑，这样笑着说，可恶，看不到了，这样很好笑。这监督真的很会想这些给日本媒体写，这样啊、喔。好，那再来9月18号的比赛，又赢了软银，这尤其这什么球季快结束这一段，怎么觉得继续打下去，我们会真的进日本一？就最近最后这几场打软银，打的都算蛮顺的，这样。3-0，伊藤大海直接完封对手，9局被打9安打，9个三振2个保送，没失分。好了，雷也是供了第21号的阳春蛋啊！伊藤大海这场再赢，就等于拿下本季第13胜，这样啊，而且是今年球季第4次的完封，而且是连续2场完封。哦，那2005年以后的日本火腿搬到北海道。一年当中能够投出4场完封以上的投手，2个而已。第一个，2011年的达比修，再来2024年的伊藤大海，哇，只有这样欸，居然跟他的偶像并列这个自己所属球团那个一年当中能够投4场完封以上，就你们2个这样。好，那这场在赢软银等于对战的6连胜，等于最后这6场都赢。然后今年的对战成绩拉到平手了，11胜11败，这11败，然后一场和局，一和。哦，那第9局雷也是供了这个21号的阳春蛋，今年球季日本火腿的第100号全垒打。而且那天看那个，话说，是不是很久没有超过100支全垒打？应该蛮久没有超过100，应该吧？要回头查，我没查100，而且啊，这支100大概就第二多吧，软银好像最多。100几而已，再來就日本我都100，下面的通没有100，而且这个击球出速，我那天看到在转播，击球出速172公里，被他打到，这個球像喷出去一样，咻，这样子出去变全垒打。好，那另外还有这场比赛有一个地方可以提的，就是福建妈妈，福建因为6局的时候被换下去了，那当然就会日本媒体就会很 care 这件事情，很在意这件事情啊。赛后问监督。监督说，福建因为腰那边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他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一场比赛中不舒服的，还是之前就不舒服了，他不确定。他说看起来说不定前一天的那个比赛可能就有点痛了吧，
因为他觉得前一天的比赛监督觉得那个补益的状况好像有比较多，因为他就是觉得正常来讲以福建的身手不太会发生那么多补益的东西出来啊，这样子。他那时候这是几号，18号的时候他回答是这样。然后后来到了19号，日本没有，火腿这边正式抹消了福建妈妈的一军登陆。那报道里大概是这样写的，因为6月的时候大家知道，因为他那时候出场机会比较少，那时候田口裕良嗨的不行的时候，那个监督为了让他不常上场的那个，怕他身手生疏了，所以让他去二军一次嘛，对不对？那除了那个之外，这是他另外一次抹消了，就是真的因为说上次抹消不是因为受伤，可是这次就真的是的。那尤其他这么有经验的捕手，这个日本火腿打进 CS 的话，他一定是不能缺的人物。尤其他这几个一两个月吧，田宫比较低潮的时候，福建妈妈蹲的场次也就多很多嘛，甚至蹲完一整场的都有，或者是几乎那个假设先发不是他，后面也一定都是他，对，出场机会多很多。那新庄监督是说，17号的比赛，当然前面提到这个补益有点多。18号的比赛，他也讲了，就是有一点点扭到腰的感觉。那19号的时候，他在回答媒体的时候，他就说，福建妈妈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或许他一直都在忍耐也说不定。那当然报道是写，因为球团并没有仔细的跟大家发表到底福建妈妈是受了什么伤，只是以监督说过的话来讲，看起来是跟腰有关系的。那其他的话，就是因为现在就等于日本火腿在一个快要打进 CS 但还没有确定的状态，对。那 但正常来讲不太可能打不进去啊，因为现在第二名也跟第三名或第四名稍微有一点距离。那当然剩下的比赛其实也很重要啊，福建妈妈既然已经不在了，就只能用现有的战力去想办法，就是把球队带进 CS。好，比如说接下来要补福建妈妈位置的，他就拉上来了这个古川裕大，这个捕手第几年？第四年，打职棒第四年的古川裕大，这样子看能不能补上一个一军捕手的缺啊，福建妈妈的缺，这样福建妈妈的位置。好，那再回顾9月20号的比赛，这个跟乐天7-1，7-3获胜，在 S Confield。那邦黑根拿到胜投，2-1，而且这个是他在新球场第一次拿到胜投啊。另外的话是 Reyes 这一场双响炮，22号、23号，而且都是三分弹。然后更巧合的是，都是打第一球。另外还有这两个第一球还都不是直球，一球是曲球，一球是直杀球，可是都是第一球就被他冒出去了。我记得这天好像是鹤冈胜也当球评吧，我记得他有讲到一句，他就说这个就其实可以证明了 Reyes 已经适应日本的投手的投球了，而且他做了很多功课。我在想，哎呦，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我在想，就是应该是很多日本投手要抢第一颗好球数的时候，尤其面对强打者，他第一球不会直球，可是他要抢好球数，所以他用变化球去抢。所以 Reyes 当然已经也知道，他心里应该有准备，这些阿布纳投手应该会这样子做。对，第一球会投你拿手的变化球来，他就已经在等了。然后因为像卡普的那一球，曲球的那一球，有一点点外角偏高，蹦又打去右外野，对啊，这个直插球，这个球稍微有一点点往他内角窜的味道，直接一拉左外野，对啊，就是有做好功课，知道日本投手的特性，或是习惯，或是什么几率哪个比较高？因为球团一定也会给他这些，就是今天对战的投手，擅长的变化球，对，或者擅长的球，对，啊，他也知道。好，第一球我就等你那个刚刚资料里面那个擅长的变化球，真的来，嘣！好，那这场又获胜的话，球队今年球季达到了70胜，然后而且是3连胜，存款今年最多存到17块了，存到17元。那 Reyes 的两发三分弹六分打点也是自己最多的记录了，而且是他今年球季第二次单场双响炮。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俊石裕也，差不多相隔了一年又当那个先发捕手了，
先发捕手，而且带领这个邦 A 给拿到胜投。他就跟受访的时候就有一句好笑的话，他说：“今天请赞美我，今天请大家赞美我，快称赞我，哎，快称赞我。”因为之前好像有一集有提到，我忘了是什么话题提到那个谁监督说，那是哪个教练？八木玉哦，啊，不对，八木玉是打击还是山田？他说其实俊士的配球是很好的，什么什么好像是这样吧？对，我记得有一集好像提到这个。哎呀，所以俊士，因为今年是那时候三垒比较缺那个嘛，对不对？不是固定嘛？春训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自告奋勇说他可以，他要尝试守三垒，然后就真的从开季守三垒的时候说，哇，比较球季最后这时候会需要用他再回去蹲捕手这样的哦。好了，比赛后新庄监督他就说莫雷就是 Leyes， 他说他今天看这个比赛，在场边看他的表现。好像看到以前我在旧金山巨人队的时候的那个队友 Barry Bonds， 那个 power 啊，那个什么什么的，哇，那个挥棒的速度，对啊，还有这个对球的判断、活跃的程度啊，一年之间这样子的表现啊，好像 Barry Bonds 哦，啊，而且我很期待他这一阵子的活跃，然后就一直持续下去这样。因为今天刚好，反正 Leyes 这天也是左边一只，右边一只，以前 Barry Bonds 也常常都这样嘛。有时候左边一只，有时候右边一只，反正主要就是要写给讲给日本媒体写啦。Leyes像 Barry Bonds 这样，那你说但状况很好，没有错。八月、九月 ，Leyes 总共就供了15发全垒打，两个月就供15发，真的适应了之后，真的量产嘞、欸，真的是有个猛的这样。哦、而且监督说，你也真的说实话 ，Leyes 在日本打棒球，严格来讲也还没有一年。可是就可以学习到他这个时候应该要瞄准什么球做攻击啊，或什么什么的这样。监督称赞雷耶斯说：“这大概真的是他才有的才能啊，而且让我感到很信任啊。”这样。那另外的话，那个记者是问到监督说：“因为接下来这比赛球队要打进 CS， 其实每一场也都还是很重要。那比赛前一定有很多东西要跟选手说，对不对？”什么什么的，对，那监督说，对，他当然有很多想说的，好，那基本上这一阵子的比赛，他几乎就是只在赛前说而已了。比赛中什么什么的，尤其这一场，这个9月20号这场比赛，他比赛中从来没有打任何一个暗号进去过，通通没有。他希望选手们这一场比赛，大家自己去讨论，自己去想出一个我们今天要怎么打球，怎么作战。怎么拿分数？要怎么赢这场比赛？他想的就是让选手们自己去做，自己想办法去赢下这场比赛。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一做的就只有我坐在那个西，这个叫什么西川，台湾也有进，反正这个品牌叫西川的，西川遥辉的那个西川的那个椅垫上面而已。大家知道吗？他坐在他那个 Big Boss 的那个位置上面，他会垫一个蛮厚的那个椅垫嘛，海绵黑色的。当然我们去球场导览的时候那个都收起来了，那个没有摆在那边给球迷坐，他收起来。他说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做，我有做的就是坐在那个椅垫上面而已。这样我说哎呦，真的哦，什么塞印都没打哦，然后就7-3就赢了哦。真的是厉害。好，在9月21号这个飞到大阪去了，飞到金池巨蛋跟欧力士比赛。最后2-1输球，而且是被再见。本来1-0领先，咚咚咚咚到九局下半被得两分，嘿，田中正义没守住，屯败丢了两分。好，北山教授当然投得很好，8局4安打6三振，一个出生球而已，102球这样子。好，那这一场在关西输球是从这个6月18交流战的时候，在甲子园对阪神开始。连续7场在关西的比赛都输球，都没对，只要去关西就是输。然后在金池巨蛋5连败，难怪那阵子那个哦，好像前一阵子关西那边的腿迷生气的，为什么？每次来都还教大家打起精神嘛。对啊，对对对对对，就那时候，难怪会这样。因为只有到我们这边没有精神，其他地方都有精神。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对。好了，新庄监督赛后说：“哇，在这个球场。”这种输球的方法，今年球季已经看多少遍了？我真的好，他说，当然这个欧牛迷们的加油，
他觉得真的都有传达到选手身上了。嗯，哦，啊，但田中正义没守住，表现不好。他说这个都是打了到球那一方的厉害了。对，打到球的那一方真的太厉害了。这样，啊，另外又被问到为什么投的这么不错的八局四安打没失分的北山教授要把他换下来？监督说，因为他的球他球感觉开始变偏高了嘛，有点浮起来的感觉嘛，开始偏高啦。对，所以如果再继续这样投，而且到了102球了，大概已经就是到了差不多了，快差不多了，可以活下来了，他的限度了。对，差不多了这样。而且这一天，如果真的能赢，真的了不起，因为对手是先发投手是三下顺平大。对，而且前三局他是说通通三振，他是说如果教授的球没有偏高的话，嗯。他其实还是想要继续让他投下去，但是就是有一点他觉得高起来的感觉。对啊，我这个边这边要这个分享的这个数据，就是前三局九个出局数，通都是被三下顺平大三振，然后整场比赛日本球队其实被三振了16次。我实在想的是，如果万一田中正义如果第九局守下来，这场能赢真的要求厉害，要求。Lucky 或什么都可以被这样一面压着打之后，然后你只拿那个唯一的一分，而且是靠田宫裕良的一个强迫取分拿回来的取分。好，然后如果你北山教授或是什么，不管几任投手，如果真的锁住欧力士1-0赢，哇，这场真的了不起。可是很可惜没有，嘿，田中正义没守住这样子，可惜就是差一点了。对对对，差一点啊。另外，但北山教授自己回想自己，他说。他自己也知道后面自己速度的速，他说有点掉下来了啦，有点变慢了。对，那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投到最后那个专心程度都还能够集中，就是有一点没有慢慢不集中的这样啦。啊，至于被胜投被搞砸，第六胜先收起来还不能记上去，他觉得说没有啦，其实他自己以前。当中继的时候也是有把先把投手胜投弄掉过，就是都弄掉的时候啦。而且那个时候上泽先輩跟我说，他说不要在意这个，不要在乎这个，下一次再加油就好。他说这句话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很清楚，所以他知道下一次大家一定会都表现得很好，然后把胜利收下来，这样只要大家好好继续打就好了。我觉得现在全队的气氛都很好了，一直。都不是今年球季，我觉得啊，有啦，中间就输了那段，中间就是那个六、啊、七月明星赛前有点比较辛苦一点的感觉，我觉得后面后面这边都最近这几个月都很顺嘛。嗯，那另外还有石泽宏泰也上了一军这一场比赛，而且马上当六棒左外野手，而且打了两支内野安打这样子。好，那另外还有这一场比赛，刚前面有提到在禁止巨蛋5连败，那对。这个总共今年在禁止巨蛋到这场完是3胜8败，胜率只有2成7胜，真的是蛮低的，真的打了11场只有赢3场这样子。好，那就来看最后一场，最后一场在 QC 拉动物在禁止巨蛋9月22号的比赛，最后日本火腿3-2获胜，哇，终于了，关西的腿迷终于可以快乐的。开心的一天，收官，最后一次了，今年最后一次在禁止巨蛋3-2啊，对战成绩全部整年度结束25场里面又平手了，12胜12败1和，跟欧牛也是打成平手啊。加藤贵之获得胜投，本季第10胜，而且是他职棒生涯第一次两位数胜投拿到10胜。水野达希也供了一个第6号的2分弹，这样哦。那其他的话。拿到第10胜，其实就伊藤大海、三崎福也之后，今年第3个投手10胜，哇！之前的那个愿望达成了，三个投手真的都10胜，13-10-10啊！对，啊，是2016年来相隔8年，日本火腿在一个球季里面又有3个投手有双位数的胜投。我记得16年那个时候，我前几天在查，那个时候还是有原航品的时候。有原航平加谁？有原航平加谁？我想啊，有一个高梨裕人，后来去那个什么养乐多的那一个，啊，还有一个 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这个礼拜，靠，我居然会忘了这个礼拜达成50-50的那一位啦，
大谷翔平，大谷翔平有十胜，还有一个是也有十胜，但是他我记得那一年是他本来好像是中继后援，后来球队去到需要他当先发，后来去欧力士了，对不对？对对对，曾井浩俊他也十胜，所以那一年其实是有十个投手是十胜以上，三个投手是十胜。四个，四个这种是四个。哎、欸，有原航平嘛，高梨裕人、大谷翔平、正井浩俊这样，那一年是十个，哎、欸，四个十胜以上，四个，好绕口令，四个十四指十，对对对，有这种感觉，四个十胜，跟今年是三个十胜这样。好，那这一场球胜利，软银又蜂王又要再等一下。好，那新庄监督说，我们这边也是一生悬命了。我们这边也是拼了命要想要赢球啊，所以只好对软银的球迷们的球迷说声抱歉了。哎，这样啊，今天他说一开始他就决定是加藤君了，这场比赛就是信任他，完全交给他。嗯，称赞今天加藤的表现。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场面就是水谷顺，水谷顺这一场因为对到宫城大明，前面两个打席都被三振，而且之后就被换下来了。记者们大家就想要问监督啊，为什么让水谷顺打两个打席就下来了？他说那个挥棒打击啊 ，timing 完全没有办法掌握，不合，对不对？完全不对的意思，完全不对，嘿，就是对宫城大明的球完全一筹莫展就对了。他说因为 timing 合不起来，那就干脆守备优先。好，所以他后来换了那个江约大贺去上场嘛，接替那个水谷顺的位置。他说如果那个时候，水谷顺的表现内容不错的话，当然我就不会换。嗯，好，所以监督讲这个话，守备优先，反正 timing 都不合了，那我先顾守备。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江约大二上来也打了两个打席哦，两个也都是三振，所以这一天在那个棒次、就是、真的在只顾守备。对，这天在这个棒次，我忘了第几棒，水谷顺打两次。江约大和打两次，其实都是三振，总共四次啊，反正都是要被三振的。我要先黑，我先顾手背，这蛮很有道理啊。好，那另外还有这场比赛之后，还有一个这个消息，软性的新闻。新庄刚志监督在隔一天9月23号的赛前练习的时候，找了那个翻译跟 Reyes 过来，他就请翻译跟 Reyes 讲，有一件事我要麻烦你，什么事？我想要请你当水谷顺的临时教练。水谷顺的临时教练，他说，因为他发现水谷君这一阵子在打击上使用那个棒头的这个感觉有点不太对，跟他之前不一样，所以变得没有把球击球的时候没有办法把球抓得很准，都有一点点切掉而已啊，削到啊。的感觉而已，抓不住球心。好，那他希望 Reyes 可以给一些，因为 Reyes 最近状况打击就很好嘛，他希望可以给从 Reyes 这边给水谷顺一些有说服力的说法。啊，他也觉得 Reyes 一定有一些他自己的看法，他希望 Reyes 可以说出来给这个水谷顺听，所以他要来麻烦 Reyes， 请你当一下他的临时教练。对对对。好啦，其他的话反正就是希望这个那个类似的可以给一些建议啦，这样子哦。啊，另外我看八木玉打击教练也有讲说，反正他觉得这样子不如让类似教看看啦。就让类似去跟，或许真的不然让他试试看吧。对，就是教练们也都看在眼里，就是大家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球队的气氛这都很好。他们可能也都有发现这一阵，比如像上一集是不是也介绍到那个嘛 ，Reyes 还要当心灵导师，还要鼓励松本刚什么什么的，他们也都看在眼里，就是啊 ，Reyes 是一个就是能够带来一些好的影响的，对，他也愿意去，你要不要讲指导了，就是给一些选手他自己的看法或建议的人，那干脆我就利用这一点，我麻烦你一件事，请你去当水谷顺的临时教练。等等，就是你去跟他讲这样，或许就嘣就突然就通了嘛。对，我们在讲半天，有可能其实讲的东西也没有差很多，可是可能从 Reyes 的角度去讲，通了，嘣就通了，这样说不定。好，那在9月23的比赛，这个对西武6-4输给了西武。
好啦，三局负也没拿到胜投，吞了第五败啊。这一天俊师又继续当捕手，而且这一天调来第一棒，一棒捕手俊师。后来其实赛前大家就有在猜啊，就是因为福建妈妈不在嘛，下去了嘛，休息了嘛，那谁要配三级副业？哇，没想到是俊师这样了、啊、其实也算搭配的还 OK 了，我觉得三级副业自己觉得是俊师搭配的不错，是他自己没投好吧？我记得我看到类似的那个报道啊。另外这场比赛输了，输了我们就提一些正面的好了，好不好？输了就管他，不好的不提了。斋藤由贵哉这一场比赛吹了一球160的，凭了自己最快的记录160公里的球，而且用这个直球把野村大树让他挥棒落空三振，这样。好，那刚刚提到这个水谷顺这一天新装的，他真的很会利用这些东西。欸、前一天讲阿雷耶斯不好意思，请你当他当、欸、请你当他的临时教练什么什么的啊。水谷顺自己一定也知道，前一场哇，我前两个打席真的完全没打好，监督把我提早换下来。我记得好像水谷顺自己有讲，他意思说他一定要再打出来给 boss 看就对了。嗯，所以我是心中也很会抓这些心意。OK， 我判你第四棒，结果五打数三安打。哎呦 ，Lays 教练还蛮厉害的，就真的嘣，这边就通了。而且或者是前一场被提早换下来，水谷顺就觉得，看我下一场一定要打出来给监督看。但都有可能，或许不见得是谁的提点就 Lays 的提点就通，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水谷顺真的那种不服输的心，可能也很重要，对。嗯、啊，总之是赛后新庄监督还没听到问题，自己先讲。因为这个，他说今年，尤其在今年呢、啊，他觉得赖勇士就是西武，其实整队的状况其实都没有很好。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狮迷们还愿意一直来球场加油，他看到这样子的样子，他觉得那个感觉就是真的当职棒选手真的很幸福。好，这么好的球迷。哪里找啊？而且今天不是礼拜一吗？这么满，真的很厉害。因为我记得，可是他马上是假日，不是吗？他们虽然是礼拜一，可是我记得他们那天是休假了。好，那另外就是又问到记者问他啊，前一天那个抱着这个什么残念的心情的水谷顺，今天排到第四棒，是有告诉他什么 message 吗？告诉他什么话吗？啊 ，boss 的回答是说，他说昨天。提早被换下来了，他就觉得说我今天一定要总接下来一定要打回去给 boss 看就对了。那记者又继续问，那这个东西是他直接跟你讲的吗？他说啊，嗯，对对对，他说而且你看今天完全跟昨天不一样了，对不对？不一样的，站上去那个打席区的那个气势氛围就完全不一样，嘿，就完全不一样这样子。好，那另外又被问到，因为这天输了，输给西武，所以最快最快的话要到9月25才有可能确定打进 CS。 那关于这个东西就是又要演了嘛，又要演两天，至少最快要25了。监督就回答记者说啊，这个就时间的问题而已啊。自信啊，很有自信，这时间的问题而已啊。啊，记者由于轻松感觉，他说记者又在问，哇，那接下来有四场比赛要在都是在主场呢？对，那监督就回答记者，这样最棒的不是吗？在我们的主场决定我们打进 CS， 对，当然当然、嗯，棒球这种运动就是不到最后，不到最后你都不能松懈，不能松懈、欸。棒球是这么恐怖，好、哦，所以今天感觉起来好像也有一点点松懈了吧？好，就是不小心就输啊！你不是前一个在讲说时间的问题，我们就觉得啊，今天也应该是有一点松懈这样。但是没关系啊，反正能在主场决定打进 CS， 决定的话，这样就好了嘛。嗯、对啊，另外就是打进 CS 这个，就是接下来如果第一轮过关，再来又要再对到软银嘛，对不对？嗯，他说他相信这样子的发展啊，就是费达斯做一个这样的角色，第三名上来挑战，我们守住了。我们再去打第一名，然后成功了，这个不就是最棒的剧本吗？剧本嘛，嘿，而且他真的希望让大家看到这样子的剧本。嗯，哦，这样。哎，话说，因为这边也有写到，就是说，其实，在十天之内的九场比赛，跑了很多客场，很硬啊。过去的十天，从仙台，嗯，再去福冈，
好远。对啊，光仙台去福冈就很远，再从福冈回北海道更最南到最北，再从北海道跑去大阪打了两场，哇，再跑去西武，西武那边埼玉打了一场，中间只有休一天，等于十天里面有九场比赛，而且要这样北南北，然后关西，然后再关东，嗯，终于结束了。这大概是日本火腿今年赛程里面最硬的一段了吧？最硬的。我记得球季开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一开始赛程好好轻松哦，对不对？都没有六连战的，都五连战的，哇！没想到球季后半段有一个硬的在这边，越来越多。后面有一个硬的在这边了，哎呀，哦，那过了过了。这一场比赛打完，有这个日本网友统计，距离确定打进 CS 还有一胜，再拿一胜就确定进 CS， 再三胜就确定第二名，这样，而且是反正只要在 A 段班就是相隔六年了，其实不管是第三名还是第二名都一样嘛 ，A 段班的定义就是这样嘛，但已经没有第一名可以拿了，第一名软银拿走了，软银已经封王了，所以现在就是再三胜就第二名，再一胜就进 CS。现在状况是这样。好，那后面还有两个新闻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真的新球场，你如果不是常常去的人，你可能每次去真的就觉得哇不一样了，我不一样了。因为前几天有一个消息，就是日本火腿的球团这边公布，接下来要在那个 S-Golf Field 的外野那个大玻璃帷幕的外面那个地点，它就是那个住宅，有没有？那时候不是卖那个住宅公寓的前面的一块。要来盖新的商业设施，就是在 FV 列举的这个园地里面，要再盖一个新的商业设施。好，我看那位置就是在那个外野外面，反正就那个公寓的前面一点点这边，嗯，其实离球场非常近。还有这个地方到时候会有，现在是一个草皮啊，现在那个地方是草皮，草皮要盖一个两层楼的建筑。好，那一楼的话，未来会有四家的餐厅或是咖啡，对，喝咖啡的。那二楼的话预定有这个温浴设施，就是哦可以泡热水啦，泡汤吧，应该是汤，反正都在下面挖到了，应该是汤吧，温浴应该有指汤，温泉也包括在里面吧。另外还有这个运动健身房，二楼一定是这样，反正一楼可以吃东西，二楼可以泡热水、泡汤或者是运动、健身这样。然后预定是十月上旬开始要来施工，2025年等于明年五月之后要来正式营运。哦吼吼，这样他这个弄起来其实真的没有比赛你去那边也可以泡汤啊，没有，本来就可以泡了吧，没有比赛那个楼上那个也是可以泡的，对，可是就是你可以选择的选项又更多了，更多了，对啊。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是在 X 上面看到了这个马丁尼兹上了一个 YT 的节目，那个节目的名称叫做Cuba Grand Slam， 我只会用这种苦巴满贯全垒打，啊，反正就一个我也不知道是谁，反正他们两个就说了西班牙话，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我就只能靠那个好心的日本人，他说翻译的，欸，不是他翻译，日本人也是，这个日本网友很诚实，他说他是把整个东西交给那个叫什么 ChatGPT，GPT 哦，丢进去，那应该蛮准的，他叫他翻，叫那个 AI 去翻，就对，然后就截了一段。他说：“这个主持人先提问，他说接下来你的合约就走完了嘛，就是变自由球员了。今年球季结束的话，那关于接下来的合约方面有什么进展吗？跟同一个球队再续约的可能性有吗？有吗？那这个马丁尼就回答，就主持人是这样讲，他说这个这样呢，嗯，今年就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今年是非常好的球一个赛季。Yes。”他说：“我和球队有很好的关系，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当然，再签约的可能性是有的，是很高的。嗯，那当然，变成自由球员的话，就是今年是我这个合约的第二年，对，也就是最后一年，最后一年，这份合约的最后一年了。对，那其实说实话，我从五月开始我就跟球队就是球队有跟我谈，就是跟我跟他球队跟他谈，就是接下来的事情。对对 对, 對，那他有提到说希望。”未来他也可以留在这个球队，对啊，不只是球队，我希望他可以留下来吧。对，球队希望他留下来。对，球队有就是火腿有表明说希望他可以留下来。怎样？这句话就是五月的那个时候，球队有
不是球队，火腿有，火腿有，球团有，球团有，火腿有那个跟他讲，跟他聊聊讲话了，嘿，那也传达了球队希望他留下来，对，他也是这样。然后后面还有一小段，再来。对，他说那但是不过呢，就是我还另外就我还蛮我还在我还是很年轻，对，他觉得自己年轻，还二十八而已，我还可以在日本继续打球。对，那我感在这里感受到的球团跟球迷对我的爱 ，yes， 对。那去年呢，他也有被选为就是全民就是选入明星赛嘛，对。那今年也表现也希望不错，也打出了好的不错的结果。嗯，所以以结果来说来讲。就看球队怎么评价我，看球队怎么去评价我。对，那然后如果再续约的话，和延长合约的话，两边都会想办法尽量去做到这样子达成达成这样子的结果，促成这样的结果。那只是不过呢，因为还没有正式的合约，还没签正式签，对，我们还没有正式签任何东西，所以说只是说呢，好像是往好的方向前进。对，目前一切感觉是这样。对，目前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在进展了。他感觉是这样，反正就是啊，之前不是讲过，他这个重点是跟古巴政府签，又不是跟马丁尼斯签，对吧、啊？最后就是古巴政府跟火腿的事了。对啊，对啊，他自己当然，我如果以这些字面上看起来，他是愿意留在这的。嗯，重点决定。但古巴政府如果说嗯，等一下，那就是真的要等一下了。决定权又不在马丁尼斯，对吧？他感觉好是好啊，他又没有讲政府感觉好。反正看了、啊、这到时候就知道这是季后的话题了、啊、然后不过希望他可以留下来，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算是我蛮难得有去追 IG 的就是洋将、啊、或日本职棒洋将、啊、我觉得感觉真的、欸、他在日本当地的人啊球迷啊球团的人啊真的很不错，我感觉对、啊、他日本在日本也好多年了吧，从中日到火腿，对，至少有 五六年以上了吧，适、哦啊、应看起来没有问题了，对，待得蛮舒服的这样。好，那这一集的日工配信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就下次的节目再会，拜拜，拜拜。